Hello， 欢迎来到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小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个 PVC， 对，这是龙之谷的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？龙之谷的一个标章。然后，其实龙之谷这款游戏呢，我已经玩了很久了 ，Dragon Nest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我从高中的时候，高二的时候就开始玩了，然后一直玩到那个时候，玩到高三毕业的时候，游戏突然宣布他们停止营运。那后来呢，是由新干线接的，那时候大学也玩了一两年的龙之谷。那后面推出的龙之谷 M 呢，也当然也是有做游玩啦，然后早期的影片有蛮多都是龙之谷的，所以龙之谷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回忆。今天我们就要来开箱这个龙之谷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亚勒詹达。好，然后真的没有想到龙之谷会在这么后面还有出它的 PVC 耶。这次 PVC 的外箱呢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塑胶，这里有一个安装说明书，其实也只是把脚卡上去而已。这里面一个这主要分两个，一个主体跟一个底座。那主体的话是不需要任何的组装的，对，它已经装好，只要装上去底座而已。这里还有一个产品的保护卡，天啊！这里如果有问题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利用这个 email 打回复他们。对，好看一下吧。哇哦，感觉很赞呢。而且各位，外面这空壳可以直接当这个模型的展示啊，超赞的啦！先放在这里。好，那这里面的话，打开，哇，这个牙姐超大只，亚勒詹达，帅吧？哇，这里要小心一点，它掉出来。好，拿到了，这是我们本体的部分，亚勒詹达。大家看这个壳，超赞的。如果玩龙之谷，大家应该对他很不陌生吧？亚勒詹达，各位有没有被这眼神电到？超帅的啦！这个细部的上色都非常的好哎、欸，这眼神好犀利，被电到，被雅姐电到了！哇哦！各位看这个背部，天哪！太帅了吧！看这牙姐的表情，好，然后他自己还有个台座，我们先把这个台座，哦，这台座好有分量，好重啊！因为要支撑起亚勒詹达的重量，所以他的台座也是蛮有分量，一个很像云母的石头的一个质感，下面这个是铁的、欸，然后呢，把它砍进去就好了嘛。这个底座，龙之谷的图案。黑色的底搭配一个金色的 mark， 这个配色非常的显眼，对，我觉得是一个很高调的配色。那这下面这个底座呢，有点典雅的黑云母来做装饰，哎，觉得配色好漂亮哦、喔。然后这样整体配下来，天啊，亚勒詹达也太帅了吧！它这下面这个只有一只，它这下面这个只有一个固定的，会不会很不稳？天啊，这个系列龙之谷不知道会不会出其他的角色、欸，哎。像是我们的杰伦特也可以出一出啊，然后黑龙啊，威尔斯肯特对不对？另外呢，一开始的反派威尔斯肯特也可以出一出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以及哇天哪、啊，如果全部出起来，我一定把它买爆了，好不好？好美哦，亚勒詹达。哦 ，OK， 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开箱，超赞的，关于我的青春啊，龙之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影片呢，差不多被结束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开箱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按个喜欢，以及按下你的订阅。那我是小伟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